Yeah.
个台式的比较粗一点，比较厚一点。我当时买的时候就说我要几天要买它这个。S 点头，除非你来，你来看吧。哦，快四年了，但是这个数字我也有啊，啊，我已经把你的数字。是啊，不会啊，我说的是，现在真的很在运动啊，啊，现在很新啊。哪有啊？这个是700的一个数字，好吧？也有啊，你拿去吧。我拿去卖。他卖了，他知道你比你这种喜新厌旧的卖不就好了。太奇怪了，对，它的内造很奇怪的，它是在三 U 的，但拿起来你会觉得不像三 U 的发现，真的嘞，它重量不像三 U， 它重量比较偏中间，偏中间，它会感觉它的重量开头，它就双卡的，那我再打开打机用嘛。其实我刚开始买的时候就是 CS 的，是还老板送的，老板说这次球馆送你，我说哇是吗？它这好像是属于防守类的，I'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.